小屁孩们听好了，只要上了我的船就得听我的，我让你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不听就扔进河里喂鱼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 船长，那必须听你的呀。Yes sir 听你的。唐武林是吧？你是想被扔进河里喂鱼吗？小林赶紧说，听你的啊。还是小林来当船长吧。是谁啊？赶着去投胎呀、嘿，我说是谁挡住了我的路，原来是老狗啊。哦，我老远就听见了猪叫，原来是你老猪啊。是我啊，老狗子，快给我让开，不然我把你的船撞到河里去，你这艘破铜烂铁。什么破铜烂铁？你那才是破铜烂铁，我这艘船跟着我行驶了足足18000里，我的鱼虾够你吃八辈子了。嘿，什么破鱼虾，我们不吃那玩意，我们家小童一岁就知道一加一等于几了。嘿，就这，我们家丹尼2岁就知道抓鸡抓鸭抓猫了，别比了，比不过我的。好啊，你要跟我比试吧。我们家小童一顿能吃8碗饭，你家小狗呢？我们家丹尼一顿能吃8碗屎，你敢吃吗？二爷爷他们确实很牛逼啊。牛逼什么？你就不能吃吗？